看比他们卡通那个龙看到好多多啊哟。但是我觉得二回子你叫速度要大点儿的，慢了点儿的，速度要快点儿。嗯，慢了。那是不是全速了？那是我觉得有点慢了。因为地上也有点打滑，也是个问题。机器转得更快，可能是旋翼的材料要靠。